寂寞的。今天我要写一零六学测。Our studio， 今天呢，我们要来考学测的英文，没错，耶，开心。现在我也不希望有人会看，有人会看就表示你很坏。好啦，我们就开始了，这直播一定无聊到爆。我会剪一个精华，精华应该会比较好看。也开始吧，我应该不太会讲话。Mangoes are 不对，好，如何作答？好，这样应该可以。Writing term paper, give it。好啦，那现在呢就是我一直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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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是我们可以来乱聊天的时候了。最近开学耶，开学很棒。然后这部影片呢其实是我在寒假的时候拍的，因为寒假比较闲，就拍了很多影片，但是后来就开学了，就没有什么时间剪，所以我应该会陆续用我一些空闲的时间把这些寒假的影片都陆续的发出来。那就是写那种大考试系列的第一部就是写去年的学测，对，去年学测的题目，然后这就是一个系列。那我先预告，小小预告一下，就是这一系列会有三部影片，然后应该还会有更多，因为可能不知道接下来大考是什么东西。好了，那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聊天，那我来讲个笑话。我没有笑话哦，对，最近有一个很红的叫做还愿，你们知道吗？就是一个恐怖游戏。那如果想要我玩的，在下面点个大大的喜欢，快去 go go go，很恐怖欸，那不要去点喜欢好了，订阅我就好了，不要点喜欢，我不想玩，这游戏超恐怖。我看过，可是我觉得自己玩应该感觉不太一样。耶、yeah, 我们时间快到了，那我是配音筒，就是小小的小配音员，简称配音筒，耶、yeah.那如果喜欢配音筒，我应该在接下来的几部影片都一直出现，因为我实在是写太久了，而且写的时候，如果想看我写的时候到底讲了什么废话，讲了什么鬼话，然后右上角点那个小 i， 小 i 就会有我们的直播档咯，直播档就是有全部的东西，就是直播档非常的完整。如果你想要花大概四小时，因为我那时候是半夜开直播的，就是你如果很闲，超闲，闲到一个爆炸，就是像那个蜜饯一样闲，蜜饯不闲。好，那就可以去看我的直播档。那我们也差不多快写完了，我们就可以准备来对一下答案咯，看看我们可以得到多少分呢？我才国二哦，国二哦。好，来对答案吧。好啦，这我不想看了，我就直接选 B 好了。好啦，我们来对答案。我要怎么对啊？我可以有什么小画家还是什么类的东西？100分钟是一小时，我没有花一小时，一小时太多了。对，我们现在目前花了55分钟，对，55分钟应该是 OK 的。可是它下面还有很多，所以我这样的时间我是用电脑啦，所以其实好，我们来对答案。一是 CABC，CAB 啊，我错了一个，天杀的！我们等一下来算算看分数。不对，我想要有一个这样子啊，它变诡异了。它变诡异了，一样给你黑的 ，OK？ 哎、欸，这东西一样给你黑的，但是你要被红色起来，好难过。CABC，C。好啦，现在呢又是由同来宣传自己频道的时间啦。那现在对答案的时间，赶快到下面点个喜欢。然后在下面按个订阅，我现在真的超缺订阅的，我原本可以115订阅，现在哦天哪，
希望今年可以破很多订阅，我也不知道多少，因为我已经对我的频道绝望了，因为国二。对，好啦，那想要我拍什么，在底下留言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成绩的揭晓吧。哎，怎么办？这样考的比我烂的大，就是考比我烂的高中生会怎么想啊？就是我才国中哎，怎么知道吗？我好像一直在讲，对不对？哦，不对啦 ，West Nile 是悉尼罗河啊，这里有中文。好 ，C A A C， 这是 C。好啦，我看梦想还是没有跟随着希望，跟随着实现。那 C A A， OK， 我们可以来算分数了。11加上9，20分，30分，54分是好还不好啊？就这样了吗？54分，没有分数了吗？再给我一点吗？啊，没了，54分，各位观众，我有54分了。0.75， 这样有破一半呢、欸。哇， 0.75 就等于我是100分里面的75分，对吧？欸嘿，75分，平常考英文75分，会觉得烂到透顶，可是，哎呀，应该可以吧？这是学测欸，国中考学测54分哦，你们这些高中生54分，你们可以去撞墙了，好吗？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啦。这就是一个国中二年级的国中生写107学年度学测的英文，考了54分的故事。那是的，今天就这样啦。喜欢我的影片，在下面点个喜欢，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的学测就可以高于54分哦。虽然已经考完了，明年好不好？明年，好啦，那今天就这样，啊哈，4:16的，拜拜。